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 Mike，很开心你能够来到这个直播。我相信你听了之后一定肯定会有所收获，然后呢可以改变你自己。OK，我是一个打工仔，我在银行打工的，我是如何月入五位数，然后呢接近半退休的生活。今天我会教你，就是在这个直播啦，我希望你可以听到最后，如何不需要辞掉你目前的工作，在家里没有人脉、没有本钱都可以扩张你的事业。OK。在这直播，我会分享这个零本钱的事业和我是如何在没有人脉的情况下可以办到。这是我的收入证明，你可以看到说这是我的全名，诶，Mike Lincoln，这是我的全名。然后你可以看到说这些都是记录，在四月的记录，就是我的 commission 啊，我的这个 commission，你可以看到说是大概17,700多了马币。诶，在五月的时候呢，就15,000，大概就是这种 OK 收入，然后呢会持续的慢慢的增加，诶。这是一个不成功是奇迹的事业，可能你听过这个事业，但是可能没有完全了解。今天我让你完全了解，然后怎样做，我会教你一步一步的。这个直播我是，这个目的呢是以网络的方式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因为可能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但是呢，我想要用最快的方式来让这个让你知道这个事业，我希望可以帮助像我一样。想要改变却遇不到这个事业的人，诶，我希望以这个直播方式让你了解，这个生意适合我吗？这个生意适合全部人，诶，这个事业叫做爱多美，可能你有听过，但是请你听我把全部的讲完，诶，我相信你一定觉得非常的兴奋，连80岁的阿嬷，你可以看到说这些都是真实的例子，她都可以办到，每个月月入6,500到1万块，连阿嬷都可以办到嘞。哎，这是韩国的阿嬷，她讲我是阿嬷，但我不平凡，我月入20,000一个月，每个月，哎，这是我的理德。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事业呢，真的是帮助了非常多的人啊，家庭主妇啊、阿嬷等等，你不会做的等等啊，都会成功的。如果你听完这个直播，我会教你如何在爱多美中成功，如何不靠人脉，只靠上网。我就是靠上网就可以扩张爱多美事业了，像你今天看到的直播样子，我不认识你，但是我可以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你，对不对？哎，其实呢，不是我而已，是很多人在这个事业中成功了。OK，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是一个微商来的，这是真实的这个Facebook 的网络宅图来的。哎，你可以看到说他是当初做这微商的嘞。OK，对，微商是赚得多，可能讲多了，但是他。心疼他的心肝，因为每次需要熬夜等等。但是经营爱多美之后，他的感觉不一样了。他是每个月拿到5,000多，目前5,000多，诶，然后呢，可以有时间可以陪孩子早睡啊，然后可以拉着老公去爬山，生活非常的好。你可以看到说，很多人在这个爱多美中成功，这是他的 commission。诶，然后呢，这个是一个3个孩子的妈妈，她是一个全职家庭，19岁就结婚了，给20岁当妈妈。然后呢，就是遇到这个平台，有了 extra money，每个月2,000多，2,000多不好吗？对不对？所以说，他是想什么？虽然不多，但是我很开心有这样的平台，成就了很多想成功却没有能力的平凡人。你要知道，这个事业是完全是给适合平凡人，而且平凡人都在这边成功的。所以我本身就是靠这个事业成功的。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到底是做什么的，好不好？曾经呢，我是一个 Maybank Officer，就是在 Maybank 打工的啦。给你看到说这个是我，然后呢，这是我的属下。哎，你看到说现在的我呢，就过得非常的好。相信如果你认识我的，或者是你可以加我 Facebook 啦。然后呢，我去过很多国家，比方说澳洲啊、泰国、Australia，你看到这些景色等等，这些是泰国，很多啦。然后呢，Australia 这个是 Perth。诶，怎么享受生活？这是日本，诶，这是台湾，这是日本的奥萨嘎、东京、哪国呀等等啦，这是迪士尼，日本的迪士尼，然后还有韩国啦，你看到说我韩国滑雪啊等等，so，你是否也是想和我一样想要改变？我相信你的答案是是，对不对？如果我可以，阿嬷可以，你也可以，只是你不懂怎么做罢了。诶，这个是完全不需要本钱的事业，叫做爱多美。爱多美，可能你听过，OK，可能你不感兴趣，但是今天请你把它听完，因为呢，我会教你怎样做，让你有我这种收入，OK。什么是爱多美？爱多美是一家卖
生活用品的国际百货超市，它卖的是大众精品啊，比方说食品、服装也是有电子产品，厨房鞋啦、保健品啊，什么都有。在线上呢，就是好比这个淘宝、天津、Lazada、Shopee。如果是线下呢，就是 Tesco、Sunshine、Watson，或者是你当地那些很大型的这个超级市场。跟他们相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完全免费注册哎，然后给顾客可以累积积分，然后购物完全没有压力的。然后跟他们的区别呢，就是我们的东西都是高端品质，然后绝对低廉的价钱。哎，然后主打天然无毒环保，然后积分可以换奖现金哎，就是今天你在 Tesco 买东西，你可以赚钱的意思嘞。你介绍人到 Tesco 买东西，你可以赚钱的意思嘞。然后呢，我们有30天的保证嘞，东西不好即可以退的嘞。哎，风险都是在爱多美公司承担的，物流直接送到家是完全非常方便的，而且最重要是零投资、零门槛、无痛点，然后无风险，然后你可以做全世界。像我今天叫把这个直播跟你讲知道，可能你现在在台湾，或者现在你现在在印尼啊、在Australia 等等国家，你都可以。就是我介绍你，你在这个超级市场买东西，这样子的话你有回馈，我也是有回馈。这样子我们一起介绍的话，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业。哎，这个呢，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是一个 summary，OK，就是说今天你在超级市场买东西，你的东西是中等。品质，哎，百货公司你的东西是高级，电视购物是高级，然后呢，网络购物呢是参差不齐，有时候是它的质量很高，有时候质量很低，对吗？你有时候在这个淘宝买衣服，可能哎，看的时候是这样子，来的时候是不一样子的，直销东西都是好的啦，但是它的价钱就是贵，哎，爱多美就是高级东西了，然后价钱呢，在超级市场呢就是一般的价钱。哎，百货公司的东西就很昂贵啦，像你买 SK two 啊等等，是不是很昂贵？哎，然后电视购物呢也是昂贵，网络购物就是便宜啦，像你去淘宝买东西很便宜。哎，直销东西都是昂贵，爱多美东西都是便宜，好不好？然后呢，品种，超市啊，百货公司齐全，电视购物呢就是单一嘛，然后呢，网络购物就齐全，你可以看到说直销就单一，爱多美东西是齐全，什么都有。然后呢，超级市场百货公司你需要驾车去超级市场买，百货公司买。但是呢，你在电视购物跟网络购物非常方便。哎，直销公司就一般呢，有时候你可能去到它的 stockist 那边买。然后爱多美呢不一样了，它也是非常方便。哎，它就主打方便。然后超级市场呢的百货公司，有时候有的有售后时间，就是有30天保证，有的没有。给，大多数是没有啦。电视购物呢是大概7天，网络购物是7天或者是14天。然后直销公司是没有的，有的是有啦，有的有啦，但是大多数是没有的。爱多美就是一个月到30天。然后你在超级市场、百货公司、电视购物、网络购物都没有赚不到钱，都没有消费获利。但是在直销公司有，给你介绍人去买直销东西有，给爱多美就有，给爱多美就有。所以呢，爱多美是全部都有哎，你觉得棒不棒呢？给。今天呢，我就跟你解释为什么爱多美东西这么便宜。爱多美东西呢，它是由爱多美工厂做的，给爱多美的工厂做了，去到爱多美停牌，直接销售给消费者。普通呢，我们需要买麦乐啊、Nescafe 等等，我们是经过工厂，去到总代理、区代理、大盘、中盘、零售商到你的手上，什么 market 啦、这个到你的手上。所以说呢，我们只要做一个聪明的消费者就可以了。来，这边我先跟你讲一下爱多美的背景，让你比较了解爱多美公司哈、它是有韩国政府为后盾的嘞。你可以看到说，这个韩国原子力研究院是 under 韩国政府的嘞。如果说韩国政府跟这个韩国科马合作出来的东西由爱多美来销售罢了，是非常的厉害耶。韩国原子力研究院就是你知道哪吒太空鼠吗？韩国原子力研究院它是第二嘞，第二，全世界第二。韩国科马公司你知道吗？很多的这化妆品的东西都是韩国科马代工制造的。可能你现在有买这 SK two 啊、Chanel、Shiseido，你在后面看它是 Made in Korea 的，对，就是这些公司的。所以呢，你可以用到这些它的技术所研发的东西，非常的高级耶。OK，然后由爱多美销售，所以它的 background 我们讲这个背景是不能够模仿的。
有哪一个公司是可以由它的政府所有 share 的，对不对？有股份的。OK，你不知道的长这个爱多美占比是多么的省钱。今天我要给你知道一下，像你今天呢，我们都会普遍用的一些东西，比方说洗衣粉。洗衣粉，我们这是浓缩洗衣粉，我以大包装的来对比，因为爱多美东西是大包装嘛，2.4公斤，这是2.3公斤。哎，你可以看到说，爱多美的这个产品，它是去污哎，无色素、无漂白剂、无防腐剂啊，什么无荧光剂等等，你看到吗？无动物性原料，哎，所以你用起来是非常放心的。其他品牌的话，一定是有一些东西的，哎，一些东西的。诶，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是对比咯，这是2.3公斤，这是2.4公斤，这是普遍在市场你在超级市场买的啦，这是 S brand 啦。你看到说一次它洗是4毛钱呢，马币4毛钱，但是在爱多美啊，它只需要2毛半罢了。你看到说是非常省钱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小家庭呢，大概五六个人的话，这个洗衣粉可以洗高达200次诶。可以洗上高达200次，而且环保无毒，没有去除异味，有效杀菌。然后其五像我们刚才讲的，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讲的化学东西，对吗？是非常安全的。所以说，真的你在用它用这爱多美东西是非常省钱的。第二个就是洗碗咯，洗碗液。你可以看说你在超级市场，你可能买的这个。我们讲的桑什么的啦，桑什么的这个品牌，你可以看到说，爱多美东西这个才29块马币，这个呢大概在市场是4块多5块多啦马币的，哎，这瓶啊，如果你乘10的话是50多块，这个才29块就可以做我们讲的，我们是浓缩的嘛，它可以变成很多瓶，10瓶以上嘞，是非常划算的嘞，而且这个最好的是什么？它有这个柠檬高30倍的维他命 C，就是呢，你洗手，哎，你可以同时的滋润你的双手，OK，非常非常棒，而且呢，它可以拿来洗你的菜，你的菜这些农药啊，它可以洗掉，哎，然后呢，你看到吗？在外面可能这个农药的这个清洁剂需要26块半，但是在爱多美一滴罢了，一滴罢了就可以解决了。然后你可以说，如果说你是在做餐馆的话，你可以把它变成很多大瓶，非常合算的。诶，你可以看到说，他们有的拿来洗车，有的拿来洗蔬菜，有的来洗这个水果啦。你看到这些都是网络的宅图，他讲我可以我的用量不少，但是我可以洗洗碗、洗菜、洗水果、洗车、拖地板等等。所以我要给你知道说，这个呢，连富贵手都有用，诶，富贵手都有用，都可以用诶。就我跟你讲的是，它是非常省钱的。所以呢，它不只是可以赚钱，它是非常省钱的。像你在外面买的这个牙刷，你看到说4块2毛半罢了，我们的爱多美牙刷，这个呢，你比方用这个，很多功能呢是16块8，我们爱多美很多功能才4块多罢了，连这个牙膏啊都是非常便宜。给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先说大概10多块啊，然后爱多美才12块8罢了，你可以看到说同等品质哎。而且这是蜂胶，蜂胶比较不一样一点。蜂胶呢，就如果说是小小在市场卖都要40多块马币。你看到说很多啦，很多在爱多美东西都是非常省钱。诶，我主要跟你讲的是省钱。这个狗肉啊，我们讲的这个贴布2.2块在爱多美，这个沙龙巴斯等等要6块钱。诶，我给你知道说爱多美东西是非常的合算。诶，不止如此啊，爱多美还推出了。就是在这个7月的时候会推出 Adomi Azar Shopping Mall。Azar Shopping Mall 是什么呢？就是它会和很多的知名品牌。哎，我希望你听得下去，再一下子我就会跟你讲比较多的重点。Azar Mall 呢，它是和很多的名牌了，比方说 LG、三星、Nescafe、Chanel、Coach、Disney 等等啊，非常多，就是名牌啊或者知名商品都会在这个 Azar Shopping Mall 买到，比方说今天你要买Samsung 的电视、LG 的电视啊、手机啦、等等，你在爱多美哦会买到更便宜，会买到更便宜。你要买名牌包包啊、Chanel 啊、Coach 啊等等，都可以在这边买到。诶，而且呢，它是直接啦，Samsung 的牌子，没有这个呢，就 Azamo 呢是另外一个，诶，另外一个，所以说。我介绍你在这个 Azar 买，你会买到更便宜。比方说，外面可能买到400块，这边可能买300块，可以省。而且呢，还有分数嘞。
我们消费可以拿到比外面还要低的价格，如果介绍朋友还可以帮他省钱赚点数换佣金，哎，对吧？你看到说吗？这个是已经 over 这个直销了，对吧？它基本就是一个通路，我们讲的就是让你买到便宜好用的东西，而且可以回馈，诶，是不是很棒很棒呢？你可以看到说，这边呢，以后呢，这个租车服务啊、保险啊、剪头发啊、加油啊，都可以拿点数诶。你看到吗？是非常好的嘞，而且很容易介绍罢了。我们只是跟朋友讲说，这个网站买东西很便宜，注册来就可以了，他就这样子注册了，对不对？很简单。今天我举个例子啦，今天你想要买三星的电话，可能在外面买一个三星 Galaxy S10，好不好？需要3500，可能在 Azar Shopping Mall Atomy 只需要2900罢了，而且呢还回馈你分数嘞。而且如果说你介绍这个人买的话，你还可以赚钱呢。介绍朋友到店里面买，就是 LG 的，可能三星的这些专卖店，他买的贵，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介绍朋友加入爱多美的会员，免费耶。然后你在这个 Azar Shopping Mall 买东西，你还赚点数，是不是很好？或者电话啦，任何东西品牌，给、okay？ 比方说你很喜欢名牌包包，你想要在外面叫人家去巴黎代购，都不用了，在这边都可以找到的，而且还比他们便宜，给、okay？ 还非常合算的。那你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成功了吗？因为我们只是把一个高品质、低价钱的产品分享给人罢了。诶，这个远远超越了你认识的直销。直销你给你的印象是什么？产品贵，需要会员费，逼人买东西，没有退货，要每个月消费才能够拿佣金，然后一直要拉人啊，要拉人啊。我们呢，然后还有这个只做单一国家罢了。爱多美不一样的，它的东西是品质 guarantee 的，guarantee 的。我们在马来西亚已经拿到 super brand，super brand 就是统计起来在马来西亚非常喜欢的一个牌子之一，才会拿到 super brand，好不好？给、okay？ 爱多美东西品牌好，哎，品质好，价钱低，免费会员费，30天保证期，不需要每个消费每个月消费都可以拿佣金。像我是每个星期拿佣金的，OK，是不需要任何消费的，一年买一个东西就好了。需要才买，不需要不用买。然后这个会造成什么呢？消费者自动介绍消费者。今天我觉得好用，我没有经营，我介绍给你，然后你也会去介绍给别人。这样子的话，你的整个消费群就累积起来了，介绍起来非常容易的。诶，然后呢，这个奖金制度，诶，我们是以免费模式，免费模式就是免费加入，没有给你任何压力的，所以吸引了非常多的消费者。给、okay， 就是等于我介绍你到这个淘宝去开一个户口，你自己买的感觉是一样的。可、okay， 以很多人呢是会变成爱用者，跟自动的变成经营者，所以你的这个整个网络会越来越大。然后这个市场机会我先给你知道，像爱多美是免费加入，像我刚才一直强调的，如何维持会员资格，就是一年买一个东西就会自动 renew 了，诶、okay？ 而且不需要每个消费也可以拿奖金。然后个人自己消费的这个分数是完全不会归零的，一直累积下去的。然后组织，我们就是我们介绍的消费者，他们的这个买东西要我们有点数嘛，我们会一直累积到我们拿到这个对碰我们的这个收入为止。哎，这个制度呢，我们叫做 binary system，只有两条线罢了，两条线非常容易管理，左边丢右边丢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只限一个人只限一个户口罢了，然后我们可以推荐2个人。剩的我们就会把它放下来了，放下来，很容易管理罢了。只要里面底下有一个人成功的话，你自动成功。这边如果是有人成功的话，你自动全部分数都是属于你的。我们不赚差价的。今天你东西买是30块，我也是30块，一样的。而且我们这是无限代，无限代就是我们可以介绍任多少人都可以，而且我们可以做到非常多国家。比方说我的组织跑到了印尼啊、Australia 等等。诶，是自然而然的，而且这个是做3代人的事业，就是这个钱可以拿3代。三代的意思就是你一代，你孩子一代跟你的孙子一代，看到吗？这事业是非常棒的。诶，你可以看到这个图了，左边满满的人，右边满满的人，你就成功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自己省钱，然后把这些消费者连接在一起。诶。连接在一起，像这样子连接在一起就可以了。OK，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会员呢是免费的
免费的，然后呢，如果说我们消费到1万 PV，每样东西都是几千 PV 的，所以说你买到一两样的话，你的户口自动就可以开始去经营了，就可以去介绍人了，而且非常非常棒。你看到这个图表，我们一天哦可以最少拿到200期。如果说我们左边，刚才我讲的两条线嘛，对不对？左边你的手，左边跟右手摇一摇，合在一起摇一摇就有钱，好不好？这样子了解吗？就是你左边有30万，右边有30万，碰在一起拿钱，左边又有，右边又有，合在一起拿钱，每天这样子，每天这样子合钱，OK？你可以最少拿270。如果说你的组织左边有70万，右边有70万的话，就拿更多，最高你可以拿到5400，OK？5400，因为爱多美的董事长讲，我们呢不要一个千万富翁，我们要100个百万富翁，所以说我们的奖金有封顶，OK？就是一天我们最多那个人多么厉害，都只能够拿5400，OK？这样子的生活就已经很好，一天5000多，哎，对不对？来，我以这个马云来做这个讲解，让你比较了解一点。好不好？这是马云嘛？他有一双手，OK？他左边呢有他的消费者，一群的消费者；右边呢有一群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的分数呢，全部累积到30万。这个分数呢，右边的累积到30万，当天就有270了，就是这么简单。如果说这边只是20万，他会等他可能明天到30万，那么明天才拿钱。哎，是一个非常好的系统，你可以看到说。最高一天如果说能够达到5000万的话是5400，所以这边如果达到5000万的话，这边达五千万就会拿5400，非常的棒。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大师奖励，大师奖励呢，第一级呢就是销售大师了。销售大师是怎样能够成为呢？很简单哎，你成为销售大师哦，就可能比你现在的工钱还要高，你知道吗？销售大师个人，我们有累积70万的 PV，左边呢有250万，右边有250万，是在这个1号到15号达成，或者是16到30、31号，那这是挑战的啦，这是另外一个的。你可以看到说，你如果说成为销售大师的话，是大概最少是拿到7000块到1万块左右。如果你每个星期，每两个星期都自动达成呢，我们叫做 Auto Sales Master，就是每个星期你都会有，每一个月你平均你的收入是7000多。你可以看到说，大师奖励两次，一次是大概1600马币，两次的话是3200，再加对碰就已经7000多了，非常简单。你看到说，OK，用马云来做一个。我们讲例子，左边250万，右边250万的消费群，你就有这样子的收入，而且是非常简单的。然后呢，这个是玫瑰大师，这个就是我的级别了，每一个月会拿最少1万块到3万块，看你的组织的大跟小。你看到我说我是大概拿到15000到17000呐，每一个月，我们呢这系统非常好的，我一定要帮助底下的人成功。像我把这个事业推荐给你，我一定要帮助你成为销售大师，我才能够成为钻石大师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当你成为钻石大师，你就要帮助底下的人成功了。你也看到说，OK，接下来是玫瑰大师，我必须帮助两个钻石，就会变成玫瑰，收入是25000到50000，然后呢，星光大师，而且这些奖励呢就非常好。你看到说，这个星光大师收入大概是50000到100多千，每一个月。然后呢，我只要帮助左边的两个人成为玫瑰大师，右边的两个人成为玫瑰大师。而且这个呢，不是你直接介绍罢了，是你底下可能第1万个人变成玫瑰大师都是你的嘞，你知道吗？非常棒哎！等你上这个皇家大师的时候就更好了，因为你的收入是大概120000到200000马币左右。你如果说你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公司会给你200千的 cash，8000块的 credit card 每个月给你用，然后还给你4000块去买，就是给你供车了，你可以供很好的车了，对不对？然后还有4张旅游券，然后呢，在玩家大师你就可以更高了，就是帮助底下的人成功，你可以拿到120万，1200千呢，然后呢，2万块的 credit card 信用卡给你刷，一架豪华汽车，然后还有旅游券。这个呢是我们在爱多美中最高的尊王大师。尊王大师呢，他可以拿到什么？
就是左边两个王冠，右边两个王冠，就是帮助底下人成功就好了。哎，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四千万的 cash，OK，然后4万块 credit card 每个月给你说一架豪华的车，然后还有 ticket 就是去旅游，这个呢就是我们全部人的终极目标，成为这个，哎，一个月大概会拿30多万，就是300多千，OK，所以说现在我还差很远呢。所以，我希望你可以一起努力，OK。全部呢，我们只要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全部的人连接在一起就可以了，很简单。你要省钱吗？帮你省钱，帮你省钱，帮你省钱，这样子自然而然自己赚钱，OK。听到这里，你想要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嘛？就是你平时在外面买日常用品，什么都没有拿到，真的，你花100块就是100块没有了。但在爱多美，你买可能买100块钱，你还可能还有剩钱。你用的东西都是好的嘞，OK，而且呢，还可以经营一个3代人的事业，难道不好吗？重点是完全加入。今天你去 Tesco，你买那个，我们讲去做一个会员卡，在爱多美做一个会员卡一样的，但是你可以拿到我们讲的收入哎，你可以像我这样子哎，完全不用，没有逼你买了，你要买再买。今天你的牙膏用完了，你再买啦；洗衣粉完了再买啦，完全没有压力的。哎，我想告诉你。你也可以，真的，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网络的宅读，是真真实实的故事哎。给这个人讲说，他是去年年头每个月都是碰的，就是拿到奖金啦。然后他就是介绍之前加入，介绍了一些爱多美的人啊，朋友加入爱多美，然后免费啦，每个人加入啦，然后他们就是消费消费咯。然后他就奇怪，哎，为什么上一个月拿到700块钱，才知道原来消费是可以支付的，是这样子的。全部人都是这样子，你看，很多，你看这个呢，就也是这样子，以前做过很多的行业，开过咖啡啊，倒垃圾招待员等等啊，你看到吗？在爱多美中，他可以赚到1900哎，一个月嘞，1900嘞，看到吗？哎，真的，真的非常棒，而且呢，爱多美它有一个非常完善的系统，我们叫做成功系统，成功系统就是教育中心。一日研讨会跟成功学院，哎，这个东西呢，很容易让一个人，让我们借力啊，或者是复制一个人呐、啊，就是让一个人不会的在里面都会成功，哎，所以呢，我真的很希望你可以加入爱多美，真的，你可以，这个是我的 WhatsApp 号码，哎，这是我的 WhatsApp 号码，你可以直接 WhatsApp 我，哎，把这些资料给我，或者是你跟我讲一个 he 想要加入爱多美之后呢，我再跟你我们讲座，或者是你可以 email 我，好不好？email 我，我只需要你的全名、IC 号码或者是 ID 号码、你的地址、电话、email 就可以了，就可以加入了，就是这么简单，我完全不需要你的任何钱的，哎，只要办一张 VIP 卡，我们讲的 VIP 卡啦，哎，或者是 ATM 卡，像我们这样可以拿钱嘛，对不对？哎，我们要预测我们会不会成功，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生意成功的是谁。厉害的是谁？很多生意直销讲的，哇，很多人成功啊！你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他才成功嘛。但是在爱多美，很奇怪的，普通人、家庭主妇、卡车司机、grab car 司机、做银行的，像我这样子，家庭主妇啊，什么都不会都可以成功。哎，你可以看到说，这是很多成功故事。杰迪是我的这个。我领导看到说他是宅男嘞，什么都不会的，没有朋友的，不会讲美容产品的，什么都不会。但是三年前他是嫁康吉尔的嘞，康吉尔现在是嫁 MCBA，OK，他现在是星光大使哎，他用了3年时间，从一个内向没自信的男孩，他做过补习老师啊，做过保险，做过传销，做过马劳，做过 Grab car 司机，就是为了要给他的孩子、他的父母过好日子，所以他就在爱多美中努力了，介绍消费者等等。今天他每个月都有100千呢，每个月100千呢，他是星光大使哎。现在你可以看到说，因为很多了很多这个成功的故事。你如果说来到这个成功学院啊，或者一日研讨会，你看到很多人成功的，可以随便的一个小女孩啊，都成功啊，一个。我们讲的阿嬷或者是坐轮椅的人都成功哎，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生意真的不得了。这个人呢，就是他叫做李英旺，哎，他是20年的卡车司机，就是驾卡车的，在韩国驾卡车，然后生病不没有办法驾卡车的，就是一直待在家里，最后被老婆赶出去，没有办法，然后就是透过他的小姨子介绍爱多美了，
当时刚刚开始只有黑魔幻跟六剑族两个产品罢了，就是他觉得长相没有说服力了，哎，他不知道怎样做，所以他就去这个我们成功系统那不断的学习，哎，一年半罢了，他就成为了这个星光大使，100千每个月，你看他说都是普通的人呢，普通的人，所以你难道不普通？哎，如果说你是普通人，或者是你已经是 professional 等等，其实你还在考虑什么呢？一个完全不需要钱的，你还考虑什么？就是换个地方消费罢了，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办一个会员卡，办一张 ATM 卡，啊，就是这样简单，可以让你省钱加赚钱。现在呢，你可以等，就是可能你听完这个没有兴趣，不想加入，真的不想加入，其实没有勉强的，哎，你可以等，你可以再等另外一个机会，但是很难，真的很难，没有这种机会。难道你的这个爸爸妈妈可以等呢？可以了，我讲说你不想加入，2年后可能遇到一个很好的事业，他们能够等吗？能够等你成功吗？他们老去的时间非常快，你几时才能够让他享福？你有听过这个事业吗？在你一生中有听过这种事业吗？免费的事业，只要累积消费者就成功的，有没有？没有嘛，对吗？或者是你的另一半，你想要给你的老婆、你的老公帮助他们孩子以后的教育费，或者以后的生活，孩子可以等吗？能吗？OK，今天你只是换一个地方消费，你就有权利改变他们呢。今天你只是买日常用品，日常用品都是浪费钱呢。我们讲日常开销，花100、200每个月去花在这个 Tesco 啊、Jasco，拿到什么？再多没，又不是叫你一定要买，可能买一样东西罢了，你就可以赚钱呢。你可以赚平时赚不到钱，把花费变赚钱，难道不要吗？对不对？这个事业适合谁？适合全部人，因为我们都是消费者，我们有权利，给，我们有自己的权利。我现在也是帮人家打工的，你觉得你的薪水是会到多少？5年后会到多少？10年后会到多少？今天呢，我在 Maybank 呢，我在 Bank 里面打工呢，从2800进去，马币2800进去，5年后我的工钱才差不多3800，才起千呢，才起1000呢。10年后呢？10年后他会起到100千，现在的这个10千给我们不可能呢，分分钟我们会被人家炒鱿鱼，因为很多我们老了嘛，很多年轻可以代替我们，因为你做的东西不难吗？对不对？你即使是 professional，我讲 professional 都可以让人家取代，因为你不是老板，对不对？10年后你得到什么？今天你是 auditor，你拿着2000块的工钱，5年后你会拿到5000块，还是？在爱多美中努力跟2、3年，你有更高的收入，对不对？4千、5千，有可能到10千吗？很难，有可能很难，可能100个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你，好不好？我们讲，可能你可以拿100千，但是你的这个10千，在20年过后还是10千呢，对不对？不可能到20千的嘛，对吗？爱多美呢，已经在这个韩国、美国、日本、台湾、新加坡，柬埔寨、墨西哥、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已经开了。你可以看到说这个表，OK，2018年越南、印尼，然后 Australia，2019年中国、卢西亚已经开了，5月开，然后中国，你看到这个市场非常大，中国17亿人口，你拿到0.01%，你都已经很有钱，OK。几时才是最适合的时机？现在，哎，爱多美在马来西亚才差不多2年多时间，但是现在是最佳的时间。为什么？因为呢，爱多美已经在马来西亚成熟，然后呢，我们有197个国家嘞，现在才开大概15个罢了。中国大不大？大嘛，还没开耶，还没开耶。OK，你可以看到说。中国14亿人口，OK，17亿应该是17亿，这边写错，不好意思。然后中国不会再开第二次，你知道吗？一开就是开了，不会再收回来了，你知道吗？马来西亚开了就是开了，不可能收回来。你要知道，这个市场非常大。你今天在马来西亚虽然不是第一名，但是你在每个国家刚刚要开的国家，你都是第一名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哎，现在呢就加入爱多美，真的。直接发 WhatsApp 我0111621-3313，或者 email 给我 gochin@gmail.com 都可以。哎，只要你方便，把这些资料传给我之后呢，我们再一步一步
我们再怎样去帮助你。诶，可能你适合这个方式啊，可能适合那个方式，但是呢，不管什么方式，我们都是走在正确的轨道上。诶，你看他说，这个也是一个，这个也是宅图。OK，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是六月宅图的。他说这个一年，一个半年又过去了，你达到什么？诶，像今年，2019年一月到现在，你得到什么？他以前他用这个女的，OK，他用了10年去努力耶，像你一样去打工，领薪水，收入少，收入不多，忙到胃不舒服，手酸脚酸，因为他是美容师嘛，对吧？所以呢，他认识这个平台，你知道吗？现在他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罢了，9000多马币耶。你考虑一下，这个是你吗？你如果说能够用一年多去拿到这种收入，你觉得你不要吗？只是换一个地方消费，就是这么简单，帮人家省钱。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两个选择，选择一就是什么都不做，今年180天没有风险了，什么都不做，继续改变，就是做你的什么东西啦，啊，早出晚归，每天睡醒吃睡工作等等，什么都不能够做。还有一个选择，今天就加入爱多美，180天没有风险，你有机会改变。就是 register 罢了。OK，你就是爱多美的会员了，你可以省钱，用到好东西。真的可以用到非常非常棒的品质的东西，但是价钱非常便宜。你有机会改变，很大机会改变。真的去 take action 的人都在改变，而且都改变。我就是一个例子，我 take action。我觉得反正免费的嘛，免费的加入罢了，但是却做得非常棒，非常好。现在就加入，只要你的全名、你的 IC 或者是你的 ID 号码、地址、电话、email， 不管你在哪里了，可能你在别的国家也好，没问题，联系我，我们可以合作，我们可以互相帮忙。我会的，我会教你。真的，你可以少走非常多冤枉路，不怕没有人脉，真的不怕没有人脉，真的这个东西自然而然像病毒这样 spread 的很快的，真的，你用了爱多美就知道它的威力了。有看过一个品牌用了这个只有0.28%退货率，90多%重复消费的东西嘛，90多%重复消费。你知道吗？这是非常 powerful 的。OK， 希望大家真的在最后，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专门大师，拿着400万的 cash， 真的真的非常棒，拿着每一个月300千的收入 ，OK， 300多千的收入，真的每个人都可以在爱多美成功。OK， 我今天分享就在这里。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请你联系我，然后呢，你也可以加我的 Facebook。OK， 我是一个真人，你可以看到说我是一个真人。这是完全我自己的一个故事，我是一个银行的。你可以加我 Facebook， 你可以看到说从以前到现在我是怎样的。OK， 就到这里，拜拜，真的很开心认识你，拜拜。